相信大家近日的卫生意识都提高了很多的了，很多日常生活用到的物品都要多加清洁。今日就和大家一起看看六款杀菌消毒的小物啦。床铺、梳化容易积聚尘螨，可以用智能除螨机械人帮手清洁。它的底部有辘，可以自己行，来自感应器，不怕会跌落地，上下会同时发出 UVC 紫外线。放在床上面冚好被，就可以同时清洁床褥和棉被。冚埋盖就变咗手提操作，消毒其他物品。每日揿唔停嘅手机，暗藏咗唔少细菌噶。用呢种专为消毒手机而设嘅消毒机，可以一边插电一边消毒。除咗电话之外，一啲随身小物都可以放入去噶。另一款消毒充电座系开放式设计，上面加装咗 UVC 杀菌灯。同样可以插电，同时照射电话杀菌消毒，亦都可以用嚟消毒其他小物噶。大家化完妆之后有冇消毒啲化妆手噶？呢、这个化妆手消毒机来自 UVC 杀菌灯，亦都可以用嚟做化妆手收纳盒，每次用完顺便消毒，整齐又干净。呢、这个消毒盒容量较大。较大件的物品都放得落，来自多盏紫外线灯，入面的镜面可以反射光线。有小朋友的家庭可以用来消毒奶樽，冇嘅都可以用来消毒其他杯杯碟碟，或者其他物品都得。而呢款消毒器比较轻巧，可以随身携带。入面有两层，间隔铁片可以拆除，放高身的物件都得。